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，美好一天开始了。昨天后面是在耕地啊，在那个播种嘛，撒肥料啊，所以就没让他们出去太久啊。今天就好像结束了已经，先把他们放出去吧。要不要出去？要不要出去？出去接收好不好？其实表现的不错啊，去去去。呀，坐是拿笨笨迪沃冲到拿外头呀，no no no，不要拔我，不要拔我，行，收会儿，你的那个爪子比较利，昨天我问那个医生嘛，问他那个狗情况嘛，昨天晚上他没回我，是不是那边没钱了？我去。然后他没回我信息啊，我跟他说让他把那个水给树上嘛，对吧？今天我到时候过去再把钱一并给他嘛，对吧？就怕他停下来，对吧？等会儿忙完啊，我还是要去一趟的，对吧？看一下今天恢复的怎么样了。今儿表现还可以啊，今儿没有拉到这里头，哎呀，把这个罐头倒进来，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这拿罐头的空隙啊，小花回来了，先喂小花吃吧。这家伙最精了啊，每次一到吃饭的点儿啊，都知道是要吃饭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，对吧，对吧。现在这个笨笨啊，就是一去二三里，不知家在哪儿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他出门胆子特别大，特别正啊，应该说是，他不像小花和小黑呀，跑一下对吧，周围就50米对吧，就回来了。这家伙现在跑得远了对吧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了。现在，他一出门他就不见了，看到没？一出门后面我都看不到他。他大概他要跑半个小时之后，他才自己才会跑回来。他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所以我也不找他了，我还是把地给扫一下吧。唉，不知道要怎么去说这只狗啊，现在，唉，害怕他把谁家的，对吧，母狗肚子搞大了，到时候就，对吧？到时候我也负不了责，对不对？作为家长，对不对？我也负不了责。唉，主要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嘛，对吧？外面的危险系数不断的升高嘛，对不对？害怕它那个嘛，对吧？但是狗大你也没办法，对吧？他们又不上手，上绳子的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这小花是真精啊，瞬间就干完了。哎呀，这家伙是真能吃啊，真能造啊，这家伙，又能吃又能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小花？那小黑再回来，他也吃不住啊，就窝在窝里面去了。对吧？哎，正在说话呢，这家伙回来了。最不要脸的就是笨笨了。小花吃完了，笨笨回来了，就把门关住了。这个狗是，笨笨已经是个皮子了，就是说白了，我就往它屁股上给它踢一脚啊，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。不过整体它在外面会。比小黑、小花要好一点的，就是它没有攻击性啊，它比较那个一点嘛，对吧？就是贪玩嘛，对吧？不会说乱叫或者是怎么样嘛。万里带劲不带劲？万里过瘾不过瘾？还想出去不想呢？哎，我这一说出去啊，就赶快在门口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一停，哎，出去这俩字儿啊，就赶快往我门口跑。你也就听懂这俩字儿了，其他啥你也听不懂了，都不知道你的面儿叫事儿了。哎呀，那小黑咋回事啊？刚才在外面，听到他叫了一声，回来了。好嘞，哦嘞嘞，哦啦啦，哦嘞嘞，哦啦啦。哎呀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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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呀呀！你个不要脸货，滚滚滚滚！呀，好了好了，先把他们这里面给大概清扫一下吧，今天就比较省力了，
因为昨天没有刮风嘛，所以落叶基本上很少啊，清理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了。嗯。今天上午的饭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对。然后今天的卫生打扫完毕，打扫的干干净净啊，嗯。别调香了，出来了，笨笨，调看着我这干啥嘞？还有那小辉儿，啊，调看着我这干啥嘞？啊，那小黑趁机吃饭，嗯、啊，趁这俩大佬嗯不吃分散注意力的时候，小黑过去对凯，你说小黑傻吧，他也不算傻；你说他算精吧，他也不精，就是哎呀，可怜人。好好。昨天想着你要拍视频，然后在那这个，在那等你来了。那你在那呢？不着急，不用拍视频了。在那，我现在就给他弄。唉，就是说刚才那个医生终于回复我了嘛，我还以为是我那边给他欠费了，他不理我了，对吧？然后他说那个要上药嘛，现在8点钟，对吧？要赶快给他上药了，等不及我了，对吧？昨天是因为我说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嘛，让他们推迟了一下，对吧？今天的话就我跟他们说你上药上药，对吧？然后打针打针，到时候我过去把钱给他们嘛。就他说的意思好像是，其实我过不过去都行啊，因为他这边上完药也没别的事了嘛。我想还是说过去看一下，对吧？当面，对吧？看一下恢复的怎么样嘛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我在家，对吧？直接就，对吧？就感觉心里面很不踏实嘛，还是很不踏实，对吧？还是去看一下，看一下怎么样嘛？给他带一点吃的，要不要？不过好像那个宠物医院卖的也有吃的，对吧？我带点吃的过去是不是不太好，对吧？就像你往饭店里面带菜一样，对吧？嗯，你们几个好好在家待着啊，好好在家待着，别想着老是出来玩啊。我晚一点回来啊，把这些饭吃完啊，听到没？嗯，吃光光，吃完完，嗯。